那你讲半条就是我一路爱接到来听，决定啦。半条系列就是叫做危机的管理啊 ，crisis management。那今日咱讲到某只属灵生命危机，那我咪讲讲之前，我咪讲一个笑话。有一个妈妈载了一个囡，后尾背了一个囡仔，头前搁下个，搁载一个囡，搁载一个小囝，然后行到关角时阵，拄到一个马达和大汉尼。然后阿汉尼要和马达问伊这个太太，不知影讲个囡仔敢撸，搁别穿这叫做 helmet 个着。然后这妈妈讲这囡仔小时买未着 helmet。有人讲，你嘛应该穿 helmet， 哦，你嘛应该要穿。伊讲，哎呀，我两个细囝，万一有咩代志啊，我无想要换了穿 helmet 做咩？你别说，那这人呢，总是找理由活家己。这圣经内面有一个人，今日要去看一个人，这人叫做以利亚，这以利亚，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人，特别伊的生命，我有教一点点圣经。当伊生命属灵嘅生命，安怎讲？落阿下下坡时阵啊，白多嘅时阵啊，干捞甲无安尼属灵嘅时阵啊，伊阮家姐妈妈无咪清楚，今日都先去听他归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上第十九章，列王记上First King chapter 19， First King chapter 19， First King chapter 19。那我今日免订单，你看了讲，咱今日要查到几张啊？十九张几张？那我小我甲你讲下无几背景甲历史。伊利亚是上帝使用的一个人，上帝使用伊是特别的一个，伊在讲是达伊是牧羊的神祇内面的一个代表。伊做为工会上帝使用伊的是一个特别无相，而做无相呢，上帝叫伊去准备已经啊，暂时以色列的国家是已经分作两边了。分裂咗两边南国甲北国了，然后上帝叫伊到以色列时阵呢，来准备伊个即国家，因为即国家就是当初是一个王嘅阿哈王来掌管嘅，阿王佢娶了一个外邦人嘅查某，即查某叫伊西别Beelzebub， OK， 叫伊西别，即伊西别咧嘅查某就是无信主嘅一个查某来。所以娶咗一个红光啊，即系娶咗一个五百五上面人娶之位，所以贵嘅国家已经是无个敬拜摇花无敬拜上帝了。伊先嚟形容讲啊，当时嘅国家咧，咁了系这段梦嚟拍破了。然后即系伊上面娶咗咧四百五十个叫做伊嘅耶稣，即就是外邦人即新嘅耶稣嚟启动啦。起廟啦，嚟敬拜和平神嘅神。即陣時，以利亞所為要安呢款國家嘅屬靈嘅情形，都開始做。上帝感動以利亞，甲以利亞講：，你祈禱，我俾何止呢國家三年空六個月過落去。所以佢開始祈禱為這國家祈禱。唔啱不對不對，三年空六個月過落去。所以這個王啊！加些些啲嘢講嘅王母啊，或者啲嘢皇帝嘅查某人，真一言善，真一唔識伊利亞，因為佢害到全國無水旱災，無水時陣，無落雨時陣咧，嗰時人都係情形咧，嗰時佢國家落嘅受成受影響，旱漲受影響，所以咧。以利亞個頭皮到啲所在，上帝聖經咁講咧，上帝派俄亞加巴為食，三年空六個月，佢加也最準備為食，上帝解收起來三年空六個月。搞一隻點先時準呢？以利亞和上帝領感動，和上帝領坐呢啊，祈求去面對面噶，即係所四百個集面嘅耶穌嚟。叫做挑戰 open challenge。伊講，若是驚你對神是真實的，加了咱無來敬拜這神，若是搖花上帝原本原在是真神來講，咱那個要轉個對來敬拜搖花，那這是一時熟練的，
伊个声嘅内面第一好紧嘅一个嘅勘察来非常地来做工，不得不得伊到伊即个，到伊即个开始时阵咧，等到五个月前我来听讲嘅时阵，我讲到我讲到即个情形，就是伊开始叫即个巴黎的先知一样开始啊，安尼款祈祷啦，讲解伊神啦，也说家己啦，也多睇家己啦，叫伊神来降火降火落来。无干火啊，干火都来烧伊的这面，阿弥搞到几耐无事发生。伊利亚搞到伊利亚的时阵咧，伊利亚就开始拜十字勒巴图，代表十字勒以色列的支派啊 ，twelve tribes of Israel， 佮拜十字勒支派的这巴图了后，佮倒水落去，啊，伊做这项奇妙的奇怪物件。个头像我讲过，啊！你点声是无水点声，水是真贵。伊利亚献祭给上帝，多水都有无限的目的跟无限意义。头一个代表讲奉献是要奉献第好的，第真贵的。当伊无水点声，奉献水多，当伊这段时阵咧，表示咱对上帝一个尊重，和上帝第好的。无倒水另外的方面，你就是讲，当这段要用火来烧起来，你倒水卖倒，你茶啊淡了，巴古啊淡了，安怎去倒起来？伊利亚做这是有心的一个行动，就是倒水落去这段位可以断了淡去，哎，就叫更叫耶和华的名，叫火降临落来，有影无？对不对？即个阿哩日子阿哩点声火到伊个节目就倒起来了，火旺起来了。了，当时伊个开始调这450个巴黎的加成币，睇了后，伊个感觉应该是真好嘛，对无？全国个了应该归向摇花，全世界全个了人，全个了以色列人应该过来敬拜主了嘛，对无？阿边？这点声，咱看到伊利亚的情形怎啊？我袂记得啊，哦，还是，这个是当初我讲的干火落来求告耶和华的时阵呢，就开始450个先知。特别做了这几后了后，啊，应该讲是情形好啊嘛，服侍主为主做工，一个福气哦，带得了人来信耶和华，转回给耶和华，应该是真好情形。但比今日咱来看，即十九章第一集到第二集，就是伊讲啥物事咧？咱要看，伊走去走，结果圣经讲伊为着伊皇后啊，或是即查某，即查某人皇帝的查某人啊，皇后啊，真正人心伊正起哄伊，佮酒桌讲，那是今日我无睇伊利亚的生命，万万生命死去。也伊利亚为着伊一句话咧，伊个。开始行行走去山坡位，圣经讲，伊走去 desert 位山坡位来地当去收藏卡，来求耶和华开始。这个是伊利亚所面对的情形，咱来看经章啊。第一章十九章啊，你即个古人讲啊，主要是伊来讲，你看咧圣经第十九章第一章到十四章，第四章讲，咱看头，咱看第二章开始，伊说咧个。差派了人去见伊利亚，甲伊讲：马在阿达的点声，那是我无何去生命上当的人的生命一款，愿神明当当的降罚给我。第三站，伊利亚看到安尼款的情形的光景，那光景就是安尼情形，就起来逃命，就去走了，伊就去逃命了。了后到了犹大的别墅吧。将仆人的阿三留落来，第四站，家己就去往旷野行一日的路程，就来到一个所在，即罗盆树下，罗盆一庄的树丛，即来个树丛下，就无阿边求死，讲有我够了，求汝替我生命，因为我无赢被我作工，赢被我列作。啊！你原因何伊利亚安尼点声？是伊上领第一路的抗战。啊！你原因何伊利亚会安尼看的情形？
你看到头一鸟的图，的伊利亚，甲第二鸟的图，伊利亚的情形完全是无相人，对无？头顶有爱，是一鸟心心，一鸟有快乐，为上帝做工，但人无相信耶和华，伊人伊得当450善意巴利，但是经过这属灵的一个叫做成功，还是一个突破了后，伊也无看到伊应该有嗰个属灵的好起来，反对咱看到伊一边倒去求神他来救治，安怎反伊利亚来呢？看咩？咱来讲先啊，兄弟。后一个，咱讲圣经讲伊利亚被发财，讲伊利亚看到安尼款的环境，看到咱的光景的时阵呢，伊就开始去找后面啦。伊就讲咧，伊利亚在点声时阵，伊看了，看无看神，看环境。伊利亚在点声咧，伊第一强的所在是啥物咧？伊利亚第一强的所在，伊西来人是一个忠心一个人。但人离开主，但人无敬拜主了，伊有一份犹原还债来挖苦主。但伊将伊的忠心，甲伊的信心受了真大的挑战。今日你看到伊利亚，唔是个一人徛得当安一人了。今日伊利亚早离开这个所在，意思是讲，咱看到伊利亚开始伊的心灵甲身躯拢成了，真正的，真正无力的，佮离开这个所在了。伊误会了，认为讲安怎神啊，你无行对行动来，真正管，严严的出来责罚这以色列人，那是无铲除把你这个假神，伊误会了，甚物上帝无做工。第二，伊误会了，伊感觉讲全世界、全国，干那伊一个人辛苦也花。神主的呢，咱个接来看啦。接来咱来看了，伊利亚哥，伊怎样呢？伊利亚伊有一个强烈的孤单的感觉 ，loneliness。伊想甲真侪人，不是咱个想咯，咱个学西主甲真严实就，咱感觉哎呀，无人了解我的痛苦的啦。我學世主不應在哦，吃這痛苦啊，吃這吃苦啊，吃這面對啊，吃這啊，所以伊利亞個心裏我的感覺，哦，常常咱我唔知有無啊，從伊真有人安尼安尼想哦，主啊，我學世主安尼謝你啊，我幫實得了啦，無女無車無厝。啊！我係冇驚受連累，啊！佢學人看衰，啊！佢學人無講人惡魯魯，無人來感謝咯。款到咩啊？安怎係情人嘅款？伊利亞就是安尼款嘅孤單 ，loneliness， 安尼孤單嘅感覺，啊！咱咁知影講，即未來日子來，即段日子叫未來降落落來。来烧这很济时阵呢，头前伊无食物件，伊无困，所以讲伊是固定的乱了啊。伊开始是一个烂了，人当伊无食物件、无困的时阵呢，伊会开始个失控了 ，lost control， 伊的心灵失控，伊的感情失控，伊的感觉失控，伊的干了的安讲情绪啊，伊都失控了。到今次點解伊真失望呢？一句話尔，今日安尼偉大嘅神機為主來做工啊！今日都無人，今日我都無就叫火來落來叫上帝叫火落來燒這邊啦。但即個人上帝用來叫火落來燒來這邊，特別真好笑是，伊有了一句查某人嘅話尔。我今日無睇路咧，我搞到上車，咁樣意思對唔對？特別伊個開始走完了，伊。有一件強度強烈的孤單的感覺。第二件，伊利亞是看結果的人的了，伊是施工結果導向的人的了。就說今日伊看伊按怎來瞄伊家己，伊按怎來看家己的解答呢？伊看成就來決定的解答，伊用成績啊、成績單來評。
个评价家己，啊，你看果效赢过一切，真侪人看结果啊，决定来信耶稣哟。我嘛看了，我信耶稣，看耶稣有无咪好事无？那是好事，我嘛相信你继续话可以咯。那你上个耶稣无好话，你唔惊，不要紧，那你拜拜你先。这叫做结果，看结果来看决定。伊哩啊，伊八个教练抗战哩，伊听讲哇，伊个思想是讲，但是我我看我为主做了大个工会，叫火烧来，错只济人抬死450人，把你个先知，应该大人拍起我的话嘛，对不？应该人讲话 ，You are very good。那边看到对人讲，伊哩啊，唔是无人落落，伊不要紧，看到对人个抬个咩呀？如果你感觉。我快做先，我等等都冇，咁做够咯。今次等等就借啲做金咯，梗系惊嚟学快做。你学快做，始终都是学快有冷仔啵，冷是第一大问题咯。冷第一借方嚟，第一问题，但系第一问题嘅环境嘅仔啵，都准备好死啦喂。伊哩啊，嗰时安尼翻情形，当一谈面对冷嘅肯定嘅时阵，一谈面对冷嘅懊恼嘅时阵咧。伊开始失望了，因为看结果系有机会。以前我哇，按做做咧外间都无人去支持我，无人去感动，无人去同情我做嘅件，要开始运弱起来了。今日系点啊？比较讲粗话 ，We are called to be faithful, not to be successful。人人是被按掉重心嚟，上帝按掉人重心何掉人，人是按掉人人嘅脚嚟何掉人。上帝一世人咧看算算算算啊，算了算入几哪兜的重心，不是算入几哪兜的成功。你成功无成功，对上帝来讲是无正要紧的。上帝要算入一世人有几兜的重心。伊哩啊，都是多安分正经来失落来哦。第三项，伊真正失望啊，真正沮丧啊，就失望，真正失望。伊无阁用真正正常人的想法来看代志啊！古早伊几多三年空六个月无落雨啊！啊你查某王伟个真正无爽，甲伊要掠伊啊！走去上坑，伊按住按暂时伊个信心徛在哦。但你今日做甲你大个代志，为上帝时阵咧，伊信心软弱哦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咧，伊已经是。失望了，一看到哎呦，主啊，为汝做咧大个代志，人都无学汝话，人都无成就汝话，人阮无看到汝来挂靠上帝，一开始是咱大失望了。一世人即三年空难过，要有受上帝保护，上帝保守了。但汝今日咧，因为安尼看一个代志尔，做了一大个代志了，伊感觉应该是有结果的，应该是人特别辛苦主的，人特别是挖苦主的。但汝看汝家己无，无的时阵咧，又开始惊惊了。伊无想到汝安尼一年三年空难过的内面，上帝安怎保守伊，安怎？开始到伊山坑位，予伊查某王爷着伊，佫毋是啊！三年空六个月遐叫乌鸦加巴来食，哎，遐即摆都上过哦。乌鸦是第一贪食的鸟哦，冇可能加了巴，家己无吞落去了。即上帝才奇妙真食了，上帝叫只乌鸦加巴来食，上帝要加伊食尔。汝若是我父我，汝服侍我就要服侍汝。如果我的主，我的工作，我拢来服侍。兄弟们，这是不变的原则来。今日拢来教会，拢来服侍主，汝来将汝的金钱服侍主，用汝精神服侍主，用汝点心服侍主，听着有受洗的，这是上帝无变原则来。上帝派我压三年空六个月的阿姊，我接吧。但是后我未接个神啦，但是接吧，我三年空六个月无买行接咧。特别是无唔惊食，点啥？方言会限制，点啥？伊贪食。接落来咱看，当伊一人真正失望时阵咧，伊真正艰苦面对家己嘅。然后咱看到呢个行站时阵咧，放伊阿婶都来，家己行家己嘅路了。有时啊，
咱的生命中间啊，有影要有一点声提我来，尤其是今日时候，现在咱真正无闲啊，咱无闲气气啊，每一分钟咱无感觉，咱会有正式提我来，提咱卡过来，来思考咱的生命的意思意义，来思考咱的将来要安怎行。伊呀，上帝予伊一个安排的点声，予伊走这所在，离开这所在，上帝伊有一人的点声。Be alone with himself, alone with God， 一个人来合甲上帝白白一人那些。那现在问将军啊，咱人真正无闲去交朋友、做生意、啊、做工、参加这些物件，咱有点声来提过来。思想一个人来思考人生命意义哦。我今仔到我的机会安尼点声，当我当意思讲，我会做。有今仔到我无电啊，无电点那里？今仔到我，我是会感受到上帝同在啊。因为对下无电啊，电视砍掉了 ，aircon 砍掉了，又无风扇，阮无了。阿咪物件个了，无了黑暗的世界，黑暗的点声就是你啊。静甲些点声，你上台甲伊咪听到家己的喘气声，你心跳的声，哔啵哔啵哔啵，啊！你点声真正静，每一道落去啊！你无点点声，是我伫亲近上帝，因为互我家己静落来，免看电视，免看电脑，免看物件，拢会静落来。啊，因为咱的生命的中间需要啊，无管你今日做了多少生意。如果无闲嘅人，如果想，也是多去做下面健康，我肯定你，我邀请你来做咩？你应该有声啊，会点声，有一点声是你家己甲上帝一人嘅点声，我是安静落来。即个要咱唱啊，我系心安静，地理面静。但叫咱唱这歌时，咱系心都乱，阿爸走咧。我的心安静，你哩面静，咱就想哎哎，等下做完了，等做完了，你吃几条葱无？我的心安静，你哩面静，哎呀，死个十年，十年，十年，你何必意思啊？我边话你讲的啊？所以你吃这树梢，吃这树梢都不安静，我哪样？因为安静，伊哩呀有一个点声，等伊熟练八刀都来时阵呢，伊要吹点声来安静。了。接落来看，上帝帮助伊安住了。咱来看，落尾伊有讲一句话，了，一句话，起来，这无咪 ，sorry， 听唔见，一句，伊讲咩啊？伊讲够了，够了，唔是咱咧时候，咱起卡起风时阵搞一点咯，够了，没讲啦，都系伊啊开始起风上边，够了。好啊，是。伊，你看到今日祈祷，今日拢主啊，你好死到你边啊！伊今日祈祷甲早之前祈祷是哪行祈祷的啊？有在伊讲祈祷，主啊，用你火降降临来，予人全国的人拢知影，耶和华是上帝。这是祈祷，今日看祈祷，主啊，你好死啊！上一个人啊，祈祷哪行无啥物件了，这人就死。都想看卖啊！都想啊，用逻辑都想看卖啊！这人暂时没死啊，头先先走嘛，对。那是伊暂时没死，先走嘛。那是伊无走啊，我相信这查某往在度完成伊心愿，伊必须卡上个台死了。伊是讲这个东西啊，伊哩也是真假的，伊是刁了，这叫刁，伊真啊。吊到上帝了，你看我做我前年无人学我，上帝你可能无做半项，无叫去抬死人，无敢做物件，就讲你吊到上帝，用上帝要抬死我，假使伊也是唔要要死，伊免走，好像，伊多去原本的所在咧，好找个王爷要抬死人，特别今次咱可能伊哩也做物件咧，伊用死来威胁上帝了。上帝啊，我死去啊啦！咪都无，你看，你叫我做这物件，我全心听你做的物件，啊，你叫我去祈祷，何买起？啊，我叫我祈
票，亦都學會今年嚟睇呢只巴黎嘅四百五十四勝利。我們做了，咁叫亦都學何洛禮啊，跟何洛禮，我們做了。啊！啲做嘢唔見嘅嘅歌嚟，嘅歌是和成就嘅和嘅歌嘅，啲痴狂得上帝。即係諗住舊一隻深圳啊，做學曬做學曬，跟住點樣痴狂上帝啊！即係點樣唯一嘅自己證明嘅，點樣以唯一嘅證明嘅，依家上帝叫事。阿邊我感謝主啊！點樣出別事啊？上帝。接落嚟，只聽伊啲人，到伊幾多三年，可能都會無落去，仲有無落去。伊幾多叫火降臨到嚟，上帝唔聽伊幾多。伊幾多嘅主落河，仲有都對對落河了。特別今年伊幾多主啊，好事！上帝聽伊幾多，上帝冇聽伊幾多。感謝主啊，主冇聽，人人實聖地幾多啦。上帝冇聽，人人作伊温談嘅點先係幾多啊？上帝不聽人讀伊刁刁些耳朵，是人韓國人，哇！不能離婚，其實不愛離婚的，因為欺負嘛。所以有時欺負的點先係情形啊，是無準的。所以上帝是無聽安尼耳朵，家你別出面講上帝不聽耳朵。上帝不聽安尼款，失收的耳朵的，係咪？所以上帝不聽安款耳朵，那是上帝聽耳朵。今日無意義嘅故事啊，見見到我，阿你走往睇住了。落尾個巢，你講乜嘢？我冇邊位做工嘅狗啊？我如果冇邊位做工嘅狗啊，我做唔到邊位冇邊位做工嘅狗。當只人嚟架狗度啊，依家無小心嚟講啊，依只就邪教嘅邪教啊！即是話比一波惡劣啲嘅呀，用啊，人啊無小心啊，去交通機上估啦，伊就邪教啦。唔知阿咪邪教啦，唔知阿咪邪教，邊教甲雞教咯。人學曬主背後估嘅時，就嚟到交通後，佢就諗住得咁邊教嘅，佢教好我教唔好，佢教我冇教，佢教對我教冇對，人係愛識邊教。然後嗰次行緊就是把雞頭，哎呀！你做架蛇，我做架蕉，我做架蛇，做架蕉，我點樣諗？有專門嚟教頓嚟學曬豬，請你買只蛇頭，阿你雞頭加邊頭？如果心裏面有雞頭加邊頭，是做呢？如果真係睇過了，如果百度係熟練嘅，會記嚟嘅。咁繼續嚟講，哦，接過嚟換咗邊啲嘢啊？講呢啊，邊係換？做了未必。第二点，上帝怎样出爱怜悯你？那我第四站是怎样？先你讲讲物件，伊个多多的手掌下困了。上帝按照来帮助伊利亚，用南端了时阵，上帝按照帮助，咱靠上帝来帮助伊利亚。上帝头先可以困了，上帝可以按叫，然后叫伊吃。你看。你到底學曬主，本來時陣上帝冇講叫佢知啊，叫佢困嘅咯。當天揾咗時陣，上帝叫佢知啊，叫佢困。上帝講啊，你要行喺路，佢真困了。弟兄們，咱看到伊利亞，一陣時呢，上帝可以按叫，可以知啊，用餅燒餅嚟食燒餅啊，食了奇怪啊，啲餅真奇怪啊，好料啊，地啦地俾食都看啦，啲地都係當餅。等伊食了后，又开了行路，行四十几的路，去到一个山，叫做何烈山嘛，是上帝的山。啊，咪就上帝要对，上帝要传领伊去到哩山哩。这山有意义啊！这山是摩西加上帝居民四十几、四十米高的山顶见上帝的。这山是耶稣叫伊山摩的位。金价四十几的点子，把路伊利亚用四十几来行，搞我这个山，这不是白白的，我都都好多条呀。是上帝开始代先来咁做，四十代表圣经的四十代表是一个时代过了，是一个时代继续以后有新的时代起来。这四十代表面八天的了的结束啊，了啦，
熟练的开始咯。弟兄姊妹，咱通看到以利亚和上帝传教这个山的，加上梅鲁，鲁的山大个落。这山是耶稣金加四十一的，这山是摩西甲上帝见面四十一的点子。所以上帝带伊利亚去到这所在，跟你讲，耶路上分点啥？路吹到微山，阿哩甲上帝见面的所在，来见家，来亲近上帝所在。耶利亚有坐的所在见面了，安静落来，安歇落来，了解经验着上帝同在。上帝可以这么的去帮助，上帝可以这么的可以已经已感受到上帝对伊的怜悯，对伊的慈爱，对伊的帮助。咱再过来看第三点，第三点呢，圣经讲伊接到一个坑，山坑内面，这坑内面呢，亚伯的外灵到达伊了，伊呀，你大接到做阿咪呢？伊就讲，我为耀华万军的神大发决心，因为以色列人无背叛了你的约定，破坏了你的这段用刀抬你的先知，剩我一个人，还搁要掠你耀华的生命。十一节，耀华讲，你出来徛在山顶，大地我的风景。啊，暂时阵，耀华经过在因头前有大风吹，有山崩，下巴都掉落来，腰瓜无落去风中间，风后边了有地震，腰瓜拢无落去中间，地震了后有火，腰瓜拢无落去火内面，火后有一个哔哔的声，细细的声。到去这山坑内面呢，山顶内面呢，腰瓜就开始甲伊利亚讲话了。第九集，咱看到咧，亚华为伊利亚这问题，愈大只到做阿哩，这问题是每一道呢。第十三集我看的是，伊个问题是到愈大只到做阿哩。大家上帝唔知亚华伊利亚做阿哩咩？上帝当然知讲伊利亚的情形上款，但是咧，上帝按照伊利亚，上帝和伊利亚来讲话。不是啊，你在讲我们这熟练的操办地火的办法什么？不是捡在心内面，但放在心内面，但无论找人听、找人讲啊、斗东斗西啊、讲甲一大堆理路路啊，这会帮助你熟练。把这个熟练的帮助也主要我帮助伊利亚那种帮助咧，和伊到伊伊的国家上帝头前掏开掏放出来。伊利亚就在上帝讲啊，上帝啊，我为汝的缘故啊，真正热心啊！啊，以色列人我离开汝了，无听汝话，然后抬破坏汝这段啊，抬汝田地，干到我一个人啊，徛到汝头前啊！上帝可以偷吧？所以你知唔知？当熟灵完了时阵呢，有这熟灵完了危机时阵呢，有一项人要做诶，我来到上帝头前来偷窥。假使咱未晓哦，或者假使咱去讲讲啊，伊心事啊，唔是无好，当然好，感谢主啊。特别是人是有限的，你该听都一刀，听到两刀，听到三刀，第四刀就走了，因为听了，伊就规个讲了，你唔听的。比如讲，第一好的人，第一好的对象，都要讲的是上帝，上帝拍死无走的，听到多那边听落去。伊哩啊！和上帝和伊利亚来用嘴，嘴讲出来的话是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属灵的头发。所以第二项，上帝有帮助伊，因为上帝一感觉到，伊是一个人同伊做工的，就出我一个人尔。但是我都看见那项物件，圣经讲这个热心嘛，大发热心啊，热心的诶，意思讲啊。希伯来原文讲，我为主来关道，为主来热情，
为主热心一心一意来耕地，用了是讲我来真正献目只关道为神的来关道。伊里遐有安尼款的心情，有为主的心情。上帝知，上帝知讲伊是为主来热心的。了，圣经讲，上帝何者环境有风有雨地动火，拢上帝无多一点。特别上圣经讲，上阿爷伊利亚听到一个声，一个声 ，a still small voice， 细微细的声音，听到微细的声音。这微细的声音，意思是讲啊，一领细细声，一领温柔的声，一领安静的声。上帝用温柔的声加油，阿加伊利亚讲话。上帝的做的做法啊，是阿好啊！上帝不是咱的头家啊，做唔到就骂咯。上帝用温柔的声甲伊讲，第接落来看，上帝医好伊，叫做伊比在山坑的心情啊，伊咪出来哦。等我咱看，十一站时阵，要先你讲一件，露出来。上帝叫伊利亚出来，阿门。上帝叫伊都出来。今日咱看第十五集时阵啊，都对。亚华对伊利亚讲：，头先如果要躲基督的暗坑，躲基督的弯掉的点子，都叫你行出来。今日第十五集时，圣经讲，伊利亚亚华对伊利亚讲：，都对。恶空惊，气候大麻色。伊家到努比科学习来做阿兰的王。第十八集你看，但我大伫以色列内面呢，为我家己留了七千人，唔捌向巴力归落来，唔捌向巴力进出的。上帝医治的办法是头先叫伊利亚露出来，然后甲伊利亚讲露对。到去山坑内面咧，上帝在山坑内面咧叫伊利亚出来，然后伊利亚有 respond 回应上帝了。不是你想，不是你想我，大家上帝无人救咩？有圣经讲，上帝讲我有七千人留落来啊，从来无拜过巴力，无甲巴力进嘴的。聖經有講，若是無來講啊，上帝會在巴肚裏面啊，興起亞伯拉罕的子孫來。大家上帝無別人來代替咩？無別人來隨咩？今日個通音來問題，有時講，咱已經想講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無教，我無比人家教，我無比人家強，上帝都比我強百零人家好。今日上帝用使用人的原则不是阿啲人教所以用的，上帝使用人的原则是上帝爱用愿意的人 ，a willing heart， 伊唔是上帝完全的人，完美的人。今日你看到历史教会历史落来，上帝使用人是阿啲好料人的，是阿啲人是愿意和上帝点声的人，愿意来。空到伊点声，伊精神，伊金枝的点声，伊人。今日上帝要使用真济人，我都唔讲。按照上帝要按照使用真人，使用上帝要使用所有的人。问题是，唔是所有的人会服上帝来使用，因为有人有够有点声啦，有人。真侪的理由，像阿媽我教佢講一句話，伊媽媽學真侪理由學，學伊媽打講，哎呀，因為我驚的天無啊，避唔掉啦，因為也是我驚無情天無發生事咧，我唔想俾我咧做成啲天無，咁全阿姐理由學人家己，有知未？上帝俾用願意嘅人，家你幾百出面講，上帝俾用願意嘅人，伊咪用完全嘅人。我未講了，就繼續我講的這個。有人講啊，
那是上帝就是答应予伊利亚先知啊，伊个无得机会啊，四十日后诶，上帝用火车、用旋风啊，我唔知怎讲啊，旋风啊，带伊利亚去天。有人讲啊，有人安尼教导，有人安尼讲啊，因为安尼款代志啊，上帝无搁用伊利亚啊，所以上帝叫伊准备另外一个人叫伊利沙，伊徒弟伊利沙起来。这款的讲法是唔对的，因为落去这个代志了后啊，圣经记载伊利亚的服侍无用安尼款来招伊，落去列王记上十二章啊。但列王记下第一章啊，咱继续故事看到伊利亚一领活动之后，像不拉活动服侍主的去记录，伊所记的神迹啊，无比上叫上帝降下来的神迹，搁较少搁较少。上帝未用马车、火车、旋风来接一个伊。接一个人无完成上帝的命令，无听上帝命令的人，对无？今日圣经甲人讲，伊呀，安怎？伊结果是安怎？上帝派马车，或者天顶派马车，他火车用旋风带伊天顶咯，伊免死。那是啊是伊呀，有影安尼，行也是讲安尼款，伊是无路用，上帝卖用伊了，上帝发宣给伊利沙。安尼款，今日无机会无咧分啊！伊趁坐马车甲火车去见到，伊说这人已经完成完成了，完成了上帝予伊马车甲火车接去见到。听住嘛，当伊耶稣在伊山顶的时阵，甲门徒伊个门徒，几人门徒在伊山顶时阵看到阿门出现。一个是伊利亚，一个是摩西出现时阵，也调转腔调。这代表咩？代表上帝圣经，摩西代表律法的一切，伊利亚代表先知的一切。那是上帝无圣经伊利亚，今日到去山顶显明，到去山坑山顶的时阵，何？耶稣和门徒看到的人，绝对不是伊利亚，应该是伊利沙，对不？但你不是，今日因看到的人是伊利亚，敢无错？你是讲伊利亚犯了罪，和上帝来审判；伊利亚犯了罪，和上帝来用，来和上帝骨多多来使用。上帝伊利亚了。伊伫了伊利亚，当时叫降我伊利沙，何伊唔是上帝卖用伊，反正对上帝圣洁哩做父亲的职分。古早是一个人个对不对？一人去面对得了的四百五十位圣子，阿家的圣子、巴黎的圣子，跟上帝圣伊利亚起来，何伊只伊利沙来对伊，有只合圣来对伊，有只门徒圣子来对伊。可以无个孤单了，无一只孤单了，无 feel lonely 了，可以只叫伊利沙做伊朋友。上帝叫伊利亚到每伊个工作个所在，今日伊利亚是上帝选拣个人，伊利亚是一个敢死队，为上帝来拍战，为上帝来死人。上伊利亚唔是个惊死个鬼啊，怕死鬼啊！我今日就同我讲个条话啊，唔知要怎讲。伊利亚唔是个惊死个人，今日有摊酸梗，你要做伊到伊山坑伊利亚，也是要惊出山坑伊利亚。你到伊山坑伊利亚，就是一个惊死个鬼啊！惊出山坑个人。是上帝要选定要找的敢死队啊，为主敢死的问题，来给人听听。